原本是一对儿，你要找到他，一起交给国家。果然是主张，要想得到那块幽影，我们必须通力协作。整风清职业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，让你们这么大费周章想要得到他？什么情况？他们攻过来了，我先下去看看。你不要，里面有虫子，我不去。住手！我先下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也没偷看。我们要换衣服了啊！你们也别偷看，赶紧开棺！滚！胖子，东南角，他们这是干嘛呢？人点烛，鬼吹灯，摸清校尉的规矩。